大家午安，我是陈彦莹，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接下来两个小时，国内国外大小事，要用您听得懂的话说给您听。现在介绍这一小时的来宾，首先要介绍的是资深媒体人尚一夫，大家好；还有前台南市议员谢龙介，大家好；以及资深媒体人陈慧文，大家平安。 好，一在首先带你来看到最新哈，这、就是今天下午有一个庭正在召开，这是什么庭呢？林志坚。好，因为呢论文抄袭案，现在哈这个于振煌正式提出了告诉之后，在今天林志坚有出庭，但是最新消息是他。 应讯的时候坚持不认罪。好，他提出了大概是两万字的一个答辩。那重点呢？他讲什么？他说：“哈，基本上通通都是他写的，没有抄袭于振煌论文的动机及必要，所以没有认罪的问题。”这个说法其实跟昨天他的老师在立法院讲的，其实差不多一样。为什么啊？原因是因为昨天陈明通直接在立法院说林志坚是冤案啊，所以他认为啦，这立法院。 里面，国民党立委想要用这件事情要求他道歉，他没有办法接受。我们想听听他怎么说。大院长，我还是要说明一下，好、啊啊、说明说明，啊、那个林志坚这个案子，很确定是一个呃冤案。对对对对您。明天那个法院要开议了，所有的证据，包括证明中委员、温碧霞委员都看过，嗯、这是一个冤案。我在这里必须说明，通过这样的东西，我没办法接受。谢谢。 啊，有没有听到？刚刚除了说陈明通老师站出来将他的喊呃学生喊冤之外，他还讲什么？还听到旁边柯建明说：“哦，对对对，是哦，是哦，是这么样一件事情哦。”大家就在讲了，说第一啦，一般平民百姓，哎、欸，其实他现在算平民百姓、欸，哎，怎么这么好？有国安局长，还有民进党的党团总召在帮他护航。今天呢，甚至还有这个都已经加重提出加重诽谤告诉了，哎、欸，他还是认为说他没有错。好，这一切 经由司法这边来处理，就让司法来公审。但是，但是陈明通啊，不管说是于正煌超林志坚，还是林志坚超于正煌，他们不是东立你的学生吗？东立还行啊啊！ 应该学术上面是不是都会有伦理上面的问题呢？过去其实哈，曾经在日本这一边有一个老师，就因为他的学生就涉及了造假论文、造假抄袭等等争议，结果后来呢想不开啊。我们绝对不是说怎么样，我们只是要告诉大家。 这一件事情是对于一个很在意学术清白、很在意学术伦理的人来说，他是跟你的心欲一样有关的问题，你应该十分的重视他。好，论文案大家还是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公正公理，原因是因为到目前为止，其实林志坚他还是不承认，即便台大已经撤销了他的硕士学位。昨天呢，这另一个当事人于正煌则是在脸书上头发文。 为什么说欢迎来战？因为他写了这么一句话，他说：“党联合公司要攻我了吗？没关系，我不会更差了。要战就来战。”大家就在问了，党该不会是民进党？而这公司会是调查局吗？好，原因是因为啦，确实在美国 CIA 来讲呢，他们通常会自称自己是公司哈，不会说自己是情资单位。过去呢，还曾经在我们马祖这边设了一个西方公司这么一件事情。但是整起事件现在在。 这个司法程序当中，哎、欸，正在进行，双方要来直球对决。可是另一件事，我们也希望司法能够帮我们查一个真相，就是十二亿的棒球场争议。好，最主要原因是什么？是因为哈、哦，在这个棒球场争议，目前。 在这个高洪安上任之后，带了大联盟的人去看，还发现说里面挖出了这么多东西。还记得那个时候，第一时间林志坚有出面呐、啊，脸书上头还四点声明，当中还说什么说误把球场当成转移政治的工具，还说自己八年来每天都去监工啊，常常去监工啊。可是问题是，当时这个监督的力道，现在人呢怎么不见身影了？好，重点是。 在上次发的那篇文之后，没有看到他，只看到他的子弟兵出来帮忙护航，甚至要求王世坚骂他草包，骂他以前老板草包，应该要退出民进党。另一个呢，其实在选举的时候也把十二亿球长当成政绩的这个前副市长沈惠红现在则是在脸书上头讨论厉害的炸玉米啦，让网友开始问，不是吗？ 你球场铺设都没有这么讲究，玉米你很讲究美食家没问题，但是该做的事有没有做好，也让大家发现了，在选举的时候都会讲说这个是。 我的政绩哦，这个是我很认真的在帮大家争取福利，像是什么，像是那个时候啊，大家才发现，去年十月，诶明明呢，这个中雅社宅就还没有开工啊，但是却先举行了一个开工仪式。这个人诶就是沈惠宏啊，他、啊、当时还去剪彩，那个时候也不是副市长啊，可是因为在选举当中，却是出现在这个铜框里面啊，大家以为社宅真的开工了啊？没呢，还没开工呢，下个月。 二月份才开工，大家就在问了，享受政绩红利，但是出事却不吭声，让徐巧芯直接呛了，说吼，这个是候呢？挖冰呵用噶碎碎啦，阿拉对吼，拉萨贵啦，他认为目前民进党执政的缩影就是这个样子。除此之外呢，现在還被发现新竹很多大秘宝，还包括什么？包括现在呢说挖出了五百吨的废弃物，哎、欸，又是废弃物。 一点呢，就是之前有讨论过的国际展演中心，好，这里头呢是林志坚当时强调一文高地，但现在不但没有如期完工，竟然还被发现里头挖出了五百吨的废弃物。而另一件事情，则是又有新主议员好田雅芳出来爆料了，他说什么？他说在二零一九的青草湖清淤工程那个时候呢，竟然是把这一些。 污染的废土丢到了南寮，造成这边的渔民呢，他们的捕鱼捕不到鱼，生态受到问题之外，也被发现在地的一个建商哦，据说呢，这媳妇还是民进党的发言人，诶竟然把废土埋在公园里头，甚至还变成了小山丘。他讲，其实他曾经有跟检调举报，可是这两年来从来没传过他，甚至还以查无证据来做结。他就要问了。 像是这个青草湖的清淤工程呐、啊，还讲说是用前瞻计划啦，花了多少钱来改善景观呐、啊，拍了这么帅气的图啊，但现在呢，真的都没有问题吗？过去在新竹的市议会里头，这一位民进党的二十五年的前议员哈，叫做郑正宗，他曾经在职巡的时候哦，当面跟林志坚说，你滥用限制性招标。 质疑他绑标，甚至还说市政府里头有团队是专门在做这一块的。二十五年的老议员在他第一任的任期对他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质疑，但现在呢，整起事件大家回过头来只想问新竹的大秘宝，现在好像越来越看到眉目。而这一件事情，龙盖先现在都已经被撤销了硕士的学位，但是林志坚跟他的老师坚持。 这件是冤案，他们不认罪，当然是冤案了，他们一定不会认罪嘛。呃，那就看于正煌，我想于正煌有于正煌的攻守策略的。那现在已经开要开庭了嘛。那陈明通这个是空中串供嘛，还是空中施压嘛？你怎么现在你就讲说他是一个这个冤案？哦，你也看顾也。 新的啊，各位要了解这个球场哦，有太多太多的猫腻了。那当然，我之前有讲过说，说、嗯、高红安，你要去从内部去策反，不管有没有验收，你这个钱，所以王世根，你的家伙用起的，你的这个掉了的二啊，你起码领了百分之九十七，跟领了百分之八十八是感官艺术的。 <对>之前孤孤雁。以后，就等于说他这个红土已经到了完成面了。那高鸿安如果没有接到线报，他怎么知道从哪边挖下去会有东西、会有电线、会有砖头？那就表示你之前的孤雁是没有落实，孤雁有问题。好，不管你是桶包也好，不管你说营造厂，你出来讲。 哦，有什么问题？你还没有验收，你怎么会讲没有验收？难道你会把这个草皮全部弄掉，然后把这个红土全部移除，然后再重新再估验一次，然后再重新铺一次吗？你已经领了百分之八十八，就八成以上的工程款，所以这是无问题不问题，查了的灾啊。嗯，他第一段是做对了，但是我是说，你应该从内部就鼓励窝里反。 然后你跟检察官讲说，这个他应该给予还起诉或是免刑，就是他愿意出来当污点证人。嗯、所有工程的验收哦，公务局的部分，包括花包花包单位，包括建造公司都可以了。这几天旧电话对三月五号到十二那你再看看屏东嘛，苏院长的故乡，种数百里，你看这。 这一年半两年，如果你有到要去垦丁玩，你有经过的话，你可能怎样？到几年不你塌掉，好。那那个树本来就那边就好好的啊，你给它 OK 来，它个静心呢？这是要做什么丰功伟业？这些钱，瓦定林工对钱咱这细钱归有的，所以我们在讲生命就是乱花钱嘛。价、欸、钱开了，包括体育馆，包括天花板塌下来，嗯，哦，包括球场，包括台南的。 哦，所以，我讲安平一条大桥，高易变十八我要当选，我要重新审视。你就跟我的反对建设，哦，拜托哎，你买来这套。<laughs> 那为什么你要降到十五亿？哦，嗯、我不讲就变成十八亿啊。嗯，哦，那我们的很辛苦的社区要用的活动中心，你说物料上涨，本来八百万花包不出去，你说追加两百万就够了，嗯、不到三成呢。 那为什么你们的工程都追加百分之百以上？嗯，哦，这不不贵，所以整个我们的公共工孔花包，在这个前瞻大笔的钱下去，一定能招景气啊。那你不是只有新竹，包括桃源就蓝的县市跟绿的县市，你再去看看它原本从单一同样的工程去把单价加倍的跟。 南瀛的执政的县市，同样的工程，然后我补助你的，那是不一样的。所以今天已经换了执政党，就说、是、换了执政者，譬如说新竹、桃园，本来就是要从这些旧有、原本已经比较花苞、已经比较大型的这些公共工程，本来都问题，那无问题。那你看嘛，台南那个耐心德说，台南市三十吨饮水，我做袂好水，我三吨甲做好啊。 哦，各位乡亲，咱台南的乡亲是多放心，未来台南起袂淹水啊！十九天以后，更唔是洪灾哦，那是尊大好娘帮你。哦，原来那家营造厂跟新竹这个营造厂是钢筋的、嗯哦、啊。嗯。哦，阿李大别怀疑，所以我们在看整个民进党的这个结构。 官商勾结也好啦，那你不能说你嘴巴讲我们抹黑他，说什么官商勾结，所以要从务实面、实际面的这个整个工程的验收，因为很多已经都接近快完工了，嗯、你要从验收过程里面去找出它的弊端安内利姆，看一眼，不然最后你还是把剩余款剩下十二趴，你还是发给他， 依照合约，你让他领走了，你怎么还来讲你这个工程有弊端？那那你讲啊，那我嘛我多搞你相信了呢，嗯嗯对不对？所以一定要在这个时候，所以他不办那个比赛是对的啦。<嘿 S 1> 就是在这个时候停下来，但差不你都要清修政治这里嘛嗯嗯哦。这这个是一番两顿人，这是爱输赢的，唔是讲啊，你懂我查查查讲无安尼无啊无要安那两顿后你赚钱哦，你要去安尼哦。嗯。 这个高昂，这个是有风险的，<是>这个不是没有风险。你要查，所以你一定要用霹雳手段，嗯、才能深入啊。是，阿伯、啊，我跟你讲犯罪的人你是做严密的啦。哦。嗯 就是一心有金贼啦，他想的很缜密啦。好，但是呢，我们也要问到上公。哈，因为我刚刚又揪到一个最新了，说于正煌的律师出来的时候表示说，林志坚在法庭上指控于正煌操弄新竹的选情，反说自己才是受害者，让他们感到很荒谬。你怎么样来看？在今天直球对决，他坚持还是不认罪啊？但是需要他出来讲清楚的事情，哎、欸，他现在也都不说话。 第一个，他当然已经走到司法这条路，他已经呃，论文被台大学术伦理委员会呃撤销学位以后，他有向教育部申诉嘛？嗯，那接下来就是于正煌，这是于正煌自诉告他嘛？嗯，当然他不会认啊，因为他都已经向教育部申诉了嘛。那我这边认了，那教育部那边怎么办？从教育部那边申诉这边，他就一定不会不会认罪了嘛？哈。 那基本上他的论文案爆发出来，是他一直在讲他没有抄袭，是影射于正黄抄袭，于正黄才找律师的嘛？这跟新竹市的选举有什么关系？因为爆出来他的论文抄袭，也不是余正黄爆的啊。我觉得有些事情不就就乖乖的去面对司法吧。我觉得就交给法院去裁决，还有教育部还有一个申诉嘛，看他。 对台大的学术人文会做出来的决定要去怎么看待嘛？哦，我觉得这个事情它本身自己的问题啦。 这是他自己本身的问题。那当然，另外一个高雄的那个问题的话、啊，那个工程的问题的话，这是有关于人民的问题啊，市民的问题啊。我觉得不管怎么说嘛，就查到底吧，有什么争议就查吧，有什么。不过谢龙介说的，刚才说的对哦，高官要小心。如果你真的做的动作太大，结果。 有几个案子如果没有问题的话，那高文案会受伤哦，这个、是啊。嗯、那至于说到党跟公司哦，其实你不用拿 CIA 来举例啦。那我们以前跟调查局在交往的时候，调查局讲的公司我们都知道，就是讲他们调查局啦，所以也都不需要，不需要拿什么 CIA 什么啦。他们私底下、啊、出去外面有时候应酬怎么样，然后或是不方便讲的时候，都是讲我们公司，我们公司。所以联合公司，那这个公司。 我相信他指的就调查局了。那国民党如果那个公司是调查局，国民党有能力去联合调查局吗？不可能吧？那那个党就毫无疑问一定是执政党嘛。那执政党那调查局，调查局虽然说名义上属于法务部，但是行政单位再往上走就碰到陈明通啦。再往上走就碰到陈明通啦。啊，陈明通又刚好又是指导教授嘛，那刚好又碰到陈明通。 我会觉得林志坚哦，有些事情当然他现在选择安静也是对的啦，因为他这边官司那边一直在开挖的话，出来多少事情，他现在讲话讲太大声，那后面可能影响的也很大。我相信大概也有人应该是劝他不要再讲话吧。民进党因为他的论文案出现破口，九合一大败，现在再讲下去，年轻选票还在不在？所以我相信。 大概应该是有人劝他不要再多话了啦。是，慧文哥，你們怎么看？诶、欸，看看到台北地方法院这么热闹哈，这個、国家的悲哀哈。这个为什么陈明通会在立法院喊冤？哦，观众朋友们，把把这个故事先讲清楚。因为这个这个会席立法院在审总预算、啊、那陈明通是国安局的局长，在国安局的预算里面呢，这個、国民党的立委啊，这个用这种议事手段哦，夹带了一个主决议 说陈明通指导这个林志坚的论文有问题啊，应该要下台。就是这这个这个这种主角议跟预算有什么关系？当然是没关系呀。好，所以刚刚主持人讲说在旁边，对对对的，这帮陈明通暗战的是柯建明林志坚是柯建明的以前的助理。哎呀，以前一也大弟子，啊，他最他最爱徒啊，所以柯建明当讲对对对，这是一个冤案。所以像国民党用这种。 无聊的方法，因为他是委员会，你这样来送院会表决，民进党就会出手，一表决国民党就输了，国民党只是在泄愤而已啊，所以这种这种，其实就是为了羞辱陈明通哈，这个这个实在是。那刚刚这个主持人提到说，于振煌去告林志坚呢，因为观众朋友，我们很多政治人物，像郑文灿、像蔡适应、蔡碧如，他们的论文这个这个学位都被撤销了，就是抄袭。可是我请问观众朋友，你有没有看过被抄的人去告人的？ 那我问你，郑文灿的论文是抄谁的？你不知道吗？那蔡思颖的论文是抄谁的？也不知道啊。那我，所以我，我我一直对于正煌我很好奇呀、啊，因为他从来不露面啊，他都找两个律师出来开记者会，然后一直一直在炒这个新闻。这我也认识一些调查官，也没有人像他这样子的、啊。这这有什么？这这有什么好告的呢？对不对？他现在因为他的学位撤销以后，并不是由台北地方法院来认定，他是去告他著作权法跟这个什么加重诽谤。 你的论文是被台大撤销的，不是被法院撤销的、啊，所以何苦我我我真的，因为我不认识余振华，我不晓得你在这上面，你你要干嘛？因为你的论文被抄，譬如说我的论文被上公或者谢荣健拿去抄，我很光荣啊，表示我的论文写得很好，你们要去抄，谢谢呢。这这你被抄的我，你为什么那么生气？我真的不懂哈。那我最后讲一下这个这个林志坚跟柯建明，哈，就是刚这这这这这一对宝贝师徒。 如同刚刚龙介兄跟上工两位的分析，因为这个事情他被讲成是民进党败选的這個,这个这个这个战犯之一哈，他就很不聪明嘛。譬如说，待会我们提到的，可能郑文灿要去当行政院的副院长，可能当副科鬼可能的哈，那郑文灿的的论文也有问题啊，那郑文灿怎么会没事呢？所以林志坚要做的事情应该是和解，就是。 这于正煌，不管是他是你要叫他学长或学弟什么的，你就不要再跟他纠缠了。你就哦，就你就你也不要再抗辩，就我错了，我认了。你看人家郑文昌跟蔡世英、蔡壁如，人家要讲什么嘛？就哦哦，你说我抄哦，那就我抄，再再见，他就离开这个战场了、啊。你一直跟他搅和干什么呢？你难难道你要你要告诉我说是于正煌抄你的论文吗？林志坚，算了啦，你你连这种政治智慧都没有，那也不要再你就不要再跟他搅和，这个事情就。 就设一个停损点，到此为止，这个是比较聪明的方法了。 好，那刚刚呢，我们也看到了哈，说这个这个是于正煌委托的律师啦哈，他们讲法是说，为什么这一次他还是坚持于正煌要讨一个清白、啊？他讲的讲法是说，因为林志坚有说于正煌抄他的，所以他认为这是有辱他的家风。然后呢，他还特别有提到说，当时他二姐过世的时候啊，他连父文都不敢挂名啊，怕会骚扰到他的家人等等等，所以他是要帮家门来求一个清白。那 他希望为他自己来争取他的权益，但不管怎么说，整体事件已经进入了司法程序，希望司法后续能够公平、公正、公开的来判决。我们先接广告。